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百摇花乐团的视障发妈。发妈。花妈，今天要教大家小猪。猪年行大运。猪年行大运。今天是猪年。对，用皮肤色。小猪，一半一，就是一个手指头，半个手指头，一个手指头，叫做一半一，好，一，然后半就是一点点就好，好。半一，一半一要摸着哦，因为一半一的后面，一半一要摸着，就是我要想办法给它摸着，就是三一三一三，三一三一三，哦，哇，一半一的后面就是三一三一三。然后先把两个三包在一起，然后把这个第一个一用进去里面，先绕住，绕住，绕住，然后绕住哦，嘿，不要让它跑掉，就是要把它卡住哦，然后这个半。一半一的这个半要转成二阶，然后给它往上，这样变猪鼻子。对，然后这两个一公公要变成变猪耳朵，吁吁吁。我的很多学生都很怕这个声音。哦吼，我到现在还是很。这个地方哈，你可以给它做一朵小花，让它带着。好，然后再来前脚两个三，两个三的单炮，然后绕一起，啊哈，皮肤色，哇，饱了，好，暂停，暂停，什么？好，前脚就是两个三个手指头宽的单炮绕在一起，再来是他的身体四个手指头宽就好。因为呢，我们还要做一个小小的耳结，尾巴，然后再做个后脚。我现在是做简单的，不然的话哈，你要让它做肚子大大的哈，有点麻烦。OK， 我们现在做一个小花哦哈。它的耳朵嘛变小了，就假设如果你遇到左右边耳朵消气或是怎样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个花来装饰。包括小熊也是哦，你就找一个之前剩下的气球，然后打一点点就好。一的宽度耳结做五个到六个，全部都是耳结组合成的哦，所以慢慢的学会耳结，而且就是把单炮去转，不要害怕。很多人都很怕哈，其实习惯了就不会。就听到那个嘎嘎嘎。对。然后就是那个小花会很可爱。这花感觉长我大大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好看一下，小 花超可爱。小花哈，如果你有做公主或者是做任何的，即使动物都可以。然后绕在这个耳结的地方哈，给一个装饰。对，绕耳结，然后变小花猪，再绕上来小花。小花猪，红红。然后把剩下的剪掉就可以。小花猪，然后再画上眼睛，这是鼻子，然后在这里画上眼睛就完成咯。对，摸摸一下哟。不，小猪完成了。重听。嗨，小猪完成了。好可爱的小猪哟。小花猪。小花猪，再来龟苓狗啊哈，任何颜色，然后后面要留两个拳头。最常见的。对。
气球，贵宾狗了哈，也是小朋友很喜欢的。三个拳头的宽度，一个单炮，然后圆圈圈，像我们做花瓣一样，转三圈这样子，然后要把它塞进去一半，塞一半就好哦。呜呼，最小气，哈哈哈哈，谁叫你一定要拿红色？我就想说，然后再来，三一一三，做他的脚，可爱的脚。好，哎呦，好，算了，不要拿红色，因为最近的红色。重新暂停，暂停，好。嗨，开始哦。前面是单炮，三个手指头宽，再一个圆环。记得单炮不要全部推出去哈，后面要留一些，大概一半就好。然后再来一，做他的脖子，然后再来三一一三，三一三，这个把两个三都在一起，做他的脚，是前脚，肥嘟嘟的脚。再来身体。身体五好或四，就是看你的气球，后面一样，三一一三，一样，两个三绕在一起，然后剩下的穿过去，这样才不会小朋友玩一玩马上弹开，好，这样子，好吧。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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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啊！我刚想说，我的很多学生都说，老师他一直跑回来，就是等他摸住。好，贵宾狗，很简单，哎，贵宾狗完成了，还不用画眼睛哦，因为被他的毛遮住了。对，其实很多小丑简单的都没有再画了。OK， 拜拜，乖。